我觉得吉鲁斯是一个比较细心的人，因为他一来的时候很亲切，同我们打招呼，然后就问我们几个不同的问题了，比如说房价的问题啊，小孩教育的问题啊，他很关心我们西门大众的一个生活啊，我觉得他很贴地啊，很落地。回忆起14年前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来家中访问时的场景，香港市民王志勇仍记忆犹新。2008年，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来到香港，这是他在中央工作后首次访港。访港期间，习近平走进香港市民王志勇家，与一家三口拉起家常，从孩子的教育到夫妻俩的工作情况，从老人的退休保障到日常的住房负担与生活开支。如今14年过去，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王志勇一家已经搬进了一间更好的房子当中。那个时候访问之后啊，我们原本的这个房子，我们也转过一次啊，因为2、3年之后，我们就看见在同一个屋檐另外一个差不多面积，但是它有多一点窗户的一个房子，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是很幸运，可以有机会在努力工作之下后来就换了另外一个更好的房子了，所以到现在我们住在这里也是非常满意也希望我们可以一直在这里继续我们的美满的生活了在香港基层出生，王志勇从小立志为一家人带来更好的生活。1997年，香港回归，正是在这一年，王志勇开始投身社会，寻觅自己的第一份工作。IT 我加入的时候，因为我当时就不是读 IT 的，应聘书出外去了，然后呢就收到一份，这一份就是我第一份工作，就是 IT 的工作。但是他请我之后，我就非常努力去学习有关 IT 销售大概3年多，我的努力就达到一个很好的业绩。这个业绩呢，帮我就变成一个小组的组长，后来就有机会加入这个香港维园做了大概5年所以当时候有三种。有一个是 cybersecurity 这个治安，我非常喜欢，因为这一个呢，对我来说，我不是只是去销售，我销售之外，我是理解有关公司它的需求，怎么去希望同这个黑客去打架对于我来说是很有使命感。从单纯为了养家糊口，到开始研判行业趋势，再到追求有社会价值和使命感的工作，与很多爱岗敬业、奋斗在一线的香港人一样，25年来，王志勇稳扎稳打，一步一台阶，用踏实和勤劳成就了自己的家庭和事业，也亲历了回归以来香港社会的发展变迁。我加入原本的公司的时候就比较少用国语的，对呀。但是后来大概是2000头2001、2002的时候，越来越多是中资的公司在香港设这个分公司怎么样？所以那个时候开始我们要用我们的国语我当时我就有用了，因为我学的东西真的要可以去讲当然呢，在之后大概这20年，越来越多我们需要用国语，所以我觉得这个改变是挺大的，但是这个挺大也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变化。25年弹指一挥间，随着香港与内地城市交流的不断加深，旅游互通也成为了两地民众相互了解的主要方式。我觉得香港人越来越喜欢去认识多一点内地的一个细节，例如说旅游我们去吃一点东西怎么了？例如说我们之前也比较想去回到内地但是现在呢。近几年，例如说，我太太之前也没有去过去过上海但是她几年前同我一去过之后，就觉得我们每年也要去一次，怎么样？所以我觉得无论是风景或者是这个改变这个变化，力度是很大的。我们也很喜欢，希望多一点去其他地区。近年来，随着港珠澳大桥开通和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不断推进，两地交流合作愈发频繁。从"十四五"规划支持香港发展八大中心，到前海方案扩区扩容、多领域、多层次的惠港政策相继出台，为香港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重利好。
多年从事信息技术行业的王志勇深谙其中蕴含的机遇和空间。近几年也是说一个全球化嘛，所以我觉得大湾区是不同优势啊，在例如说你有技术，我有那个场地啊，我也有一些其他的地方可以补助的情况之下，有一个大湾区的一个概念是挺好。但是呢，也希望呢我们的这一代一些 IT 的人来专才也好啊，年轻人也好，他们可以理解多一点有关大湾区的发展，怎么去可以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25年，栉风沐雨，与数百万的勤劳上进的香港人一样，王志勇以爱拼才会赢的发愤图强，撑起了属于自己的小家，也见证了一代代港人为了幸福生活而努力奋斗的湘江故事。其实我在我的年纪，我可以有我自己的房子啊，我有美满的家庭啊，有我的家人，一直有我的朋友，其实我觉得非常幸福了。也希望其他的一些年轻人，他们来景的时候跟我一样，在最初肯定是困难的啊，但是我很重视一个名言是，办法总比困难多，所以我们只要保持我们的信心、努力、毅力。去追求你可以做的事情，努力一点，再努力一点。